系啊，叶伟议员。多谢主席，其实好多嘢都系睇我哋嘅议事规则嘅。我好简单啫，即系头先大家都讲咗咧，即系利益冲突嚟讲包好多，即系讲到有观感啊、间接啊、直接啊咁样等等，呢啲其实好好阔嘅。讲到即系银行，你作为银行嘅职员之一或者高层咧，可能都有其他利益，律师都可能会有嘅，因为你做买卖嘅时候，所以而家包唔到各行各业，会计师亦有嘅。如果按照咁样发呢、這个转到落去。我相信咧，冇人可以喺呢個會議廳裏邊咧進行咁樣嘅表決，亦包括可能係你喺個新界東選出嚟嘅時候，你亦可能會喺新界東裏邊有利益衝突嘅。所以呢啲咁樣嘅無規，即係無限嘅伸延嚟講咧，呢個係咪我哋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嘢咧？再加埋我哋有議事規則，我覺得一定要跟翻議事規則去進行84A 唔係38、83A 同84係好清楚講到清楚咧，就係議員咧係需要。是按照这个去做，如果你有利益你一定要申报，现在我们整个申报都是要自己负责，并且要在公众监督下进行，或者我只是讲到这里这么多。李慧琼。